喂，您好啊。这两件已经给您包好了，一共多少钱？一共22,000。上吧。 小姐，您密码不正确，密码不正确，刚刚不是才刷过吗？是，要不您再确认一下。啊，你稍等，等一会儿。喂，白同庆，你这卡的额度到底是多少？怎么老是显示密码不正确啊？我把密码改了。 干嘛呀你？小吕，你如果留在国内是为了疼的我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你逛街买东西，请你花自己的钱，我不是提款机。喂，你，薛姐啊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个夏季的活动啊，马上就开始了，你知道。 这是个恋爱的季节呀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型的活动，什么相亲会呀、游园会呀、父母见面会呀，哎呀，总之就是特别的忙。忙是好事儿啊，您那要是有什么需要合作的，你尽管吱声。我现在不是刚当上这个代理 CEO 吗？现在是公司的创意部、媒介部、活动部、客户部，大大小小的事儿我都得顾着。 你看啊，咱们上次那个活动，就那个叫《大力水手》吧，表现就不太好。我们也没说什么，是吧？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公司能力还是可以的，还是想跟你们长期的合作，只是这个价格嘛，你看，价格肯定给你按最低呀。我就喜欢你这点。 爽快，是吧？那必须的。看，现在呢是商品社会，讲究什么呀？讲究的是互惠互利。你放心啊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介绍个高富帅老公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薛姐，你这是开我玩笑呢吧？我才没开玩笑呢，喜欢你管呢。 我觉得，怎么也得80,000。1.80米，行。哎呀，资产80,000。啊，好说好说好说，还需要什么呀？说的越仔细越好啊！我一定可以给你找到的。觉得资产80,000，身高1.80米。 长相嘛，其实顺眼就行，身材要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还得有气质，气场也得 hold 得住。女人嘛，其实我觉得，离没离过婚，真的是无所谓，最好是有点文化底蕴，一定要有让我非常崇拜的地方。 好久不见，最近都还好吗？很好啊。物归原主了，我把脚长了。
你说你这孩子回来也不打声招呼啊，爸黑道机场去接你啊？爸，我都多大了，回来还用跟您打招呼啊？再说了，您每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我也找不着您啊。嘿，你这说什么话？再忙也没你重要啊？啊？<笑>怎么样，这趟出去那么久，想明白了没有？什么想明白没有？我可都听说了啊。 你这一回来就往那PAG跑，啊，是不是又去找张红星去了？我可不是去看他的，我就是去公司打一招呼啊。我得告诉他们，贝小姐怀孕不规了。说到这事儿，我倒要问你啊，那光阴海的规划项目啊，都已经完成差不多了，剩下来的就是工程项目。那照理讲。 你应该从 PAG 里面撤出去，那你到现在还待在 PAG， 这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吧？我没打算离开 PAG， 给我个理由。理由？嗯，理由您给我就行了呀，人家跟他们合作一个项目就好了，反正我就是要留在 PAG。看样子。 你还是放不下张红星啊，爸爸，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了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哎呀，老大，你听说了吗？这Vika跟陆明谈恋爱呢，俩人这回要开夫妻店了。你不知道他生活不检点吗？我说他不检点都是好兄弟。 就打听打听，挨着孙子就跟个畜生一样，花边新闻就没断过。那威卡还跟他好，威卡一次正儿八经的恋爱都没谈过，这陆明拿着他不很简单。得了，反正我是死定了，连个回光返照的机会都没有。还正好啊，我跟各位宣布一下，明天开始，我要去找新的工作。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，能不能有点正能量啊？就知道说别人不好。Vika既然那么好拿下的话，你在 PAG 这么久，你怎么没把 Vika 拿下？我告诉你啊，人事命令没有下来以前，你还是我的助理。听着，别一天到晚自己吓唬自己。责任界这案子做好了，大功一件，都是他叫你回来，我呢敲敲边鼓。 保你没事，嗯啊，真的，嗯。那我谢谢二位哥哥了啊。哎，说到自然界，石洪光现在连你都不见，你不是忙得抽不开身，这不是蒙我吗？找借口，躲我呗。不应该啊。 这个项目是他主动跟我接触的，按理说他的态度应该很积极啊，为什么就变了？所以说有小鬼啊。艾瑞温那里指不定憋什么大招了。石总，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。 到我这儿来啊！陆总不必客气啊，圈子不大都是朋友。听说你们华盛对我们自然界的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。实不相瞒啊，我们其实已经关注你们很久了，而且我们还做了非常细致的调研。 那已经做过研究了，你应该也知道，这个项目我们一直是跟 PAG 合作的。这个我们当然清楚，但是我完全有理由相信，我们会比 PAG 做得更好。是吗？说说看。通过这一个季度的合作啊 ，P
PAG 对您和自然界的需求已经非常了解，那难免会因为想要维持住一个小小的平稳，而趋于保守，甚至是懈怠。而我们华盛是第一次与您合作，相比较而言，我们会更加的锐意进取，也会给自然界带来更新鲜的潮流。而我相信石总您看中的一定是更好的想法，而不仅仅是保持而已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我可以向您保证 PAG 所有的媒介资源我们也都能。霍总，你的话很有说服力呀。我现在对你这个人也很感兴趣。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对，我最看重的还是这次投标的策划方案，谁做得好，这个项目就是谁的啊。褒贬是买主，我不会偏向任何人的。陈队长，处长请你。妈，我给你洗的蹄子，你多吃点水果啊。哟，你这个扫帚不拿，衣服不洗，炒菜也不知道洗锅的人，怎么突然给我弄水果吃了？哎呀，妈，那时候我不是年轻，天天在歌舞团里训练累的吗？您放心，我以后一定时时刻刻盯着家里的家务，替您分担啊。对了，妈，您生日是哪天啊？50年腊月23，你要干嘛？我不是觉着在这住这么久挺麻烦您的吗？要好好给您准备个生日礼物。还有大半年呢，你可别说你要住到那个时候啊。啊，不不不，我就算回了美国，不是还可以把礼物给您寄回来吗？彤彤爷爷是哪天？43年7月1号。哎，陈小林，你今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你跟红星认识这么久，从来没关心过我呀。哎呦，妈，您可别想多了，我不是觉得咱俩这样聊聊天增进一下感情吗？行，您接着看，我不打扰你了啊。我们吃水果啊。是，疯疯癫癫的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这么叫我，我没什么关系。这么多年都叫习惯了，我真改不了。随你便吧。哎，彤彤的爷爷的忌日是哪天来？4月8号。怎么了？得有3年了吧？哎呦，你这几天老问我这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要给我们家写家谱啊？哪有，就想起来问问。啊，我看看那水开了没啊。这不着调。谁结婚了呀？我跟你说，奶奶，他这个叫开放式，让你自己琢磨去。你看看，我们付钱看网剧，还有我们自己猜结尾。
你干嘛呀你？奶奶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网剧在中国比美国强多了，一天能播好几集呢。可你为什么哭呀？哭那么伤心？最近啊，泪点有点低嘛，啊，是不是真的不舒服了？哎呀，我没事，我真没事。哎呦，看你。彤彤，妈，看不见。哎，有什么话干嘛不在这儿说呀？哦，妈，我跟彤彤要去说点美国的事儿，这就不麻烦您操心了啊，您慢慢看啊。美国的事儿，弄得家里像联合国一样。彤彤，我决定了要跟你爸爸尽快复婚。妈 ，I'm on your side。你光口头支持可不行，你也看到了，你爸爸现在看你们跟看见鬼似的，根本没有办法交流。关键你们俩这误会太深了。谁没点过去啊？我现在不是改了吗？再说了，我这么做为什么？还不是让他能关注我？可他连正眼都不瞧我呀。琳达，妈妈现在只能靠你了啊！放心吧，妈，包在我身上。Any ideas? Of course。妈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彤彤呢？嗨，母女俩在房间商量事儿，说是商量点美国的事儿。什么美国的事儿？那谁知道啊？也需要商量总统大选投票给谁吧。妈，要我说呀，咱们直接摊牌吧。摊牌？会不会太直接了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呀？走。哎，你比我还急呀！哎，回来了吧？嗯。那个，快，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去。特别重要的事儿啊？你妈要回美国了，啊？那这样我们明天去送你。我现在就去拿行李。哎，我没说要回去啊。啊，那还有什么重要的？